刘总，那个年度总结写完了吗？年度总结，就是你刚来的时候，然后写的那个今年的目标，写完了吗？啊，写了，但没完事儿。我看看呗。行，这边。 刘总，你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？年度计划这个。你写这么几个呀？嗯，是。第一个完成了吗？第一个应该算完成了吧，但我应该，我得改一下。完了。存款10000完成了吗？这个我也得改一下。 第3个成功减肥时间，写了吗？这个应该是没完成吧，这也得改一下。这样就算完成了。第4个成为老板的核心人物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我完成了吗？改一下，可能完成了。刘总的这怎么改？ 我觉得你这目标太少了，应该再加一个。加一个那也行，怎么加？不用加。